最近，中国女排正在香港征战世界女排联赛，眼下已经打败保加利亚女排，后续将会迎战德国女排这些对手。考虑到中国女排正在争夺奥运门票，目前关于朱婷下一场比赛到底要不要首发的问题，在网上引发不少的争议。有些球迷认为，中国女排想要保险拿到胜利，就应该让朱婷首发。 但有些球迷又认为，中国女排已经掌握主动权，德国女排又不是个非常厉害的对手，完全可以安排年轻球员上去练兵，让朱婷他们好好休息一下。到底朱婷该不该首发，以及中国女排接下来的走势如何，不妨听一下业内人士的具体评价和看法。首先看到，从澳门站的比赛到本次香港站的比赛，李盈莹和王媛媛这两位主力都特别在采访中点名肯定朱婷，提到她的重要性。 首先，之前李盈莹在澳门站的比赛中接受媒体的采访，重点提到朱婷和自己的配合非常默契。朱姐的回归让自己打得更有底气、更有信心，表现非常好。看得出来，李盈莹重点肯定了朱婷对球队的作用。如果两个人搭档首发，肯定可以拿下德国女排。另外一方面，王媛媛在结束对阵保加利亚女排那场比赛后，也重点提到朱姐。王媛媛认为朱婷的回归对于整个球队来说。 最重要就是稳定军心，只要朱婷上场，大家都觉得更加安心，会更加有信心。很明显，对于中国女排这些首发主攻来说，朱婷就是球队的定海神针，所以接下来朱婷首发肯定不会有任何的问题，关键就看教练组怎么样安排而已。当然了。 有些球迷可能会比较在意朱婷的首发问题，估计也是认为朱婷之前太久没有上场，接下来就应该继续首发，得到更多的表现机会。只有这样，朱婷的地位才可以得到认可。然而，实际上在之前郎平带队的时候，他就曾经针对所谓首发替补的问题做出解释，说出大实话。郎平当时认为，在中国女排队伍里面根本就不存在首发和替补之分，只是各自的任务不一样而已。 从郎平这番话能够得知，不管是替补还是首发球员，都是球队战术的一环。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中国女排取得胜利，进军奥运会。对于主教练蔡斌来说，如今面临的处境应该是比较尴尬的，有一种骑虎难下的感觉。在打败保加利亚女排之后，蔡斌曾经夸下海口说，接下来会让朱婷继续首发。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，只要朱婷首发搭档其他王牌，打败德国女排，拿到奥运门票肯定没问题。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就会违背球迷想要锻炼年轻球员的初衷。所以对于蔡斌来说，接下来是兑现承诺，还是把更多的机会给到年轻球员，这是个两难选择。作为球迷，希望中国女排在取得胜利的同时，也可以锻炼年轻球员，这应该是最理想的结果。